白嘉浩他妈了，他就那个打好了2年吧，一场打不好了就要被喷，这一喷不知道又是多久。战神阿瑞斯是宙斯的儿子，我哪有嘲讽人家369啊？我什么时候嘲讽369了？369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也去玩兰博了。但我玩的英雄没那味儿，建模也没那味儿，玩来玩去只有一个武器拿得出手。其实招牌有很多，但是现在有味道的很少，有味道的凯南武器没了，卡米尔简直是一坨。现在玩的三确实还行，我三确实玩的还可以，真还可以。就是那个车要是能撞到那个谁。能撞到那个套波的下路，可能现在就不在这玩游戏了，不会坐在这直播了。S14 之前把那个兰博、建模、奎桑提练得有味道，还有永恩也得练。兰博这东西真得学，有点太强了这东西。我要是有三级兰博的熟练度，小超梦建模的熟练度。剑魂、小龙、永恩的熟练度，那我不是无敌了？